新北宽中线的板新站，之前有一个民众倒伫咧电扶梯的手环顶头，讲安尼先是伫咧模仿社区人士，事实上呢，伊这个行为已经是违法了。新北的捷运公司表示讲，会当依照大众运输法相关罚7500。一位穿黑衫的查某人爬上手扶梯，倒伫手扶顶面一直坐，同侪朋友哪翕哪笑。在手扶梯里耍，也将画面铺上网，搁较讲家己的梦想，就是做西灯术士，和袂少民众一直讲行为伤过危险。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好玩啊，就是会危险，让过路人觉得没办法过，然后又觉得说什么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子玩？震撼的行为发生在捷运新北宽中线的板新站，就算手扶梯是可谓有大禁忌，也一直有公布语音提醒，查甫人当作是无听无看的，家己算家己的。请手环好势，脚徛好在。手扶梯中间禁止白的告示，查甫人无当作一回事。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行为已经触犯大众捷运法，相关会当罚7500块。只是大众运输系统过去一直出现旅客离谱行为，亲像将无聊当作是趣味。很好玩是吗？没有。火车铃啊声响起来，车门关起来，真一刻。民众伸出门牙卡，也有人伫坐稳到站了后，趁着上落车的浪旁，算带队接到，很过代志一直发生。交通学者表示，这人往往知影违规，不过就讲袂做。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，所以他才要以身试法嘛，引起这样的一个注意嘛。如果有这个人这个事件出来，你当然就要处罚。在大众运输里算或者分析，这些人求见光博板面，其实无论是铁路法还是大众法，拢会当依法规范。建议主管机关，只要有人犯无妥当的行为，千万唔通结果化，以防一挂人更加猖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